干嘛去了？干嘛去了？干嘛去了？过来！我干活去了呀。干活？干个活？干一早上啊你？早餐怎么不给我们做呀你？我这不是出去干活去了吗？就没给你们做饭。再说你们自己不是会做饭吗？你记住，日瑞到我家，你就是个佣人，做好饭。是你的本职工作，知道不知道呀？啊，说话呀！那行，我现在给你做饭去啊！看你那戳，怎么选你这样的人做上门女婿啊？小唐婆，我都逼你嫁给他，这你非让嫁给他，这睡个午觉也比我睡好。妈，你是整天让人伺候惯了是吧？现在才早上八点，看你把我妈气的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都分不清了，气出个好歹。你一天天的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，人家都出去挣大钱，你也不出去挣大钱，叫我们两俩享福，要你能啥用你废物。我也想出去打工挣钱去啊，你们非得让我在家照顾你，我怎么出去挣钱啊？你看你词儿还挺多的，你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俩说话没你讲话的份儿，赶紧做早餐去，快点。什么东西啊！你看那走路，那穿个大衣还插把着，一看都叫窝囊废，下贱玩意儿！扫扫扫扫什么扫啊？这地脏了。扫什么扫啊？这地不是脏了，我扫一下。人家那男人一个月好几千，你呢，一千多。一大早都在这扫地，小陈啊，小陈，不是我说你，早上出去上个班什么的，天天在家扫个地做个饭，就依靠你，咱家什么时候能发起来呀？那行，那我现在出去干活去吧。干活干活，你那工作好歹给换了呀，一个月那么一丁丁点，你看你那样，你入赘到我家。你说说，整天我家变有钱没有呀？反而因为你变得更穷。那我干活去了。地扫完再干活呀。闺女啊，你看看你，找一个这样的人，像当初啊听我的，找那个杀猪多好啊，人还老实，家里还有钱。妈，杀猪的窝囊废我更看不上，我谁都看不上，我现在啊就看上，哼，我心目中的呀有个富二代。富二代，富二代，整天富二代，我也没看你找到富二代，你看小陈那个样子，你说这咋办？赶紧把他踢了，再找一个。妈，我也想好了，我现在看他哪哪都不顺眼，看见他都烦的，都烦透，烦死。闺女，别那么大的气，气坏了身体咋办呀？妈，他都配不上我，要钱没钱，要样没样，还不该干净，窝囊废。我看也是。闺女，要不我们娘俩把他打走，婚直接离了，哼，做事做得彻底，哼，想在我们家吃喝，想得到美。行，就听我闺女的，我闺女怎么服咱就怎么办，行了吧？妈，回来呀、啊、有她好受的。行，走回去。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我们做饭去吧。过来呀、啊、快点，在我们娘俩跟前。出去一天了，挣多少钱？今天挣了100多块钱。前两天打你还有点长进了是吧？100多，告诉你，老娘照样不满意。钱呢？以前是不是你偷懒啊？以前都是挣50的呀，这孩子。小陈，就一天挣100块钱，我闺女这身衣服一个月你能雇得了吗？你杨小陈，我郑重的告诉你，咱们离婚吧，你配不上现在的我。等会儿，离婚凭什么离婚啊？再说了，
这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呀，是不是？这苦活累活我都干了，你干嘛要跟我离婚呀？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我可以改啊，是不是？还不知道干嘛跟你离婚啊？一天天的，我闺女零花钱都挣不过来，要你个废物干嘛呀？闺女，跟他离婚，找个好的。话非要说到绝路上嘛，你才能离婚嘛？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你，你太穷，你没本事，你让我看到恶心想吐。我看见你，我就像看到屎一样，畜生。行吧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当初可是你追的我，我答应。还提当初啊？当初啊，你他妈的骗我说你以后能给我金山银山，给我我想要的生活。现在呢，想要的生活呢，你个骗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这样闺女，啊，妈，别打，赶紧滚蛋，走不走？我闺女不要你，家里啊，你一天天不能待。啊，别，我走，走不走？什么人呀这！自己窝囊还不走，死皮赖脸了，赶紧滚！告诉你，闺女，他再回来我打不死他！我惹我闺女不高兴，就是惹我不高兴，叫回来我去打他。他肯定不敢回来了。就是。闺女啊，你是不是发烧啊？这穿个大衣还冷。妈，我呀，低烧，吃了药就好，不吃药就犯。妈，我现在身体怎么那么差呀？看看那时候小陈在我们家的时候，待我们还那么好，我们两个光嫌小陈没能耐，也把小陈打走了。你也没有再找一个，现在小陈啊也不知道在哪。你说这要是小陈在家，你说多好呀、啊、这再找他走后，我也谈几个男朋友啊，都嫌我脾气暴，嫌我只喜欢他们的钱，不喜欢他们的人。我真的是想呀想小陈了，还是他呀对咱们好，真心实意的对咱们好。闺女啊，那咋办呀？也没买后悔药的。小陈，你回来了。小陈，这几年不见，这咋了？这是小陈，你看，自从你走后，我闺女都病了。小陈，我们以前对你太不是人了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咱还是一家人。那东吴还给你留着呢。你俩行了啊？谁跟你们一家人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俩已经离婚了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这次回来就是看着你们过得怎么样，这没想到，还不是我在的时候呢。小陈，你看现在你还没结婚，翠花也没结婚，你还给翠花好好过吧。妈，以前都是妈的错。妈，你看他现在一看就是有钱人了，他肯定在记恨咱。小陈，能只要你原谅我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祈祷我自己，咱们复婚好不好？行了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跪下来原谅也没有用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离婚是不可能的啊，我告诉你。曾经你是最爱我的。对啊，曾经我是最爱你的，但是结婚之后你是怎么对我的呀？你心里没数吗？闺女，别再哭了，闺女。小陈，行了，我不想说什么了。结婚了。你腿现在出毛病了是吧？你现在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？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？你只要跟他离婚，我愿意跟你结婚，他可以的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你行了你啊，我现在对你也没有感觉了。我这次回来呢也没带多少钱，就这么多，拿着吧，再看看腿吧。
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们两个一刀两断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小陈，妈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妈。闺女，别再哭了，妈带你去看腿，看好之后，妈再给你找个好的。妈。